Hello， 大家好，请。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录一下哦，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录日本的这个纯片时间啦。那目前来说，日本纯片时间的话，应该都会来进行这个排位赛的这个环节。那先把这个乔巴领一领哦。待会如果要做什么补位的话，我们就再看一下。那如果没有补位的话，我应该都会先去开打一下那个吧，打一下蝴蝶忍这边的这个 JG 的这个部分哦。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机会打出我们的好成绩。那目前来说，泽平在我们这个入门选手山的这个位阶啦哦。那我们就直接走起 Parky 啦，好不好？来看一下究竟能不能再赢个几把。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先来打个游击位吧，哦，你就先选不管了，我们就是要赶快来做一波这个抢路的这个环节。哇，这边只有一个是中文的，其他都是的，因为这个网游就好像是全国际服的样子，是不是？就是蛮多国家都会有里面的，因为我有看到，就是自己试一下在玩的时候，我有看到就是那个。打那种就是比较看不懂那个文字的这个语言啦哦，所以应该是好。那目前来说的话，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只哎，这只，这个妹妹，我不知道她是什么，那好像是不死不运的这个角色吧。那目前来说的话，普上路，然后下路辅助我们那个应该是疯子，对不对？然后一样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射手羽龙哦，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机会。但其实我自己个人是不太喜欢玩那个，不太喜欢玩就是那个 JG 的啦，所以到时候就是最近赶快把那个探战拿一拿的话，赶快拿去打上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上路的哦。好，对面也是蝴蝶忍，哇，完了，那我只能说有点麻烦，而且对面还有我爱罗，然后我们中路的话是蓝丝，就是控制这些也都有了哦。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机会打出好成绩。对面如果是蝴蝶忍的话，那我也觉得就是蛮恐怖的，这是蝴蝶忍对决啦，各位。我们入日本的这个纯片时间第一站就直接来一个这个蝴蝶忍对决，因为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这个蝴蝶忍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不好 ？OP 的这个角色，因为他只要让别人就是血减少的话，那个别人就基本上会有一些那个怕怕的那种感觉了哦。来看一下啊，我只希望就是我的队友们在我开始发挥之前，好不好？不要先被对面砍烂，如果先被对面砍烂的话，那我就完了。那我就完了，我就死翘翘了，各位。可以，啊？怎么羽龙在打中路啊？这又是什么配置？我的发，完了，看不太懂哎。完了，我真的是搞不懂现在队友在想啥。我觉得好像会有一点尴尬，我们的那个疯子是不是要被干嘛了？他们搞不好有自己的想法哦，这样就不错喽。这是第一波的这个好搭配，但只希望我们的这个疯子好不好能够撑住。An enemy has been slain。我靠，可以哦。然后蝴蝶忍这边小心点，对，蝴蝶忍这边小心点。An ally has been slain。好啊，疯子还是挂了，没有人保护他。确实顶惨兮兮。好 ，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加油！有第三招吃完了，然后赶快继续。你看谁蝴蝶忍发育的好啦？An enemy has been slain。不用哎、欸，我上去支援。私は柱の中で唯一。鬼の首が切れないケースですが。哎，鸣人。鬼。啊，不用我哎、欸。我靠！那最好。那我就是到处去他们的野区玩就可以了。啊！注意啊！哎呦，我这是爽歪歪哎、欸！靠队友哎、欸！靠队友环节。Executed。过来啊！ Executed。啊？怎么了？我怎么一直在被击杀、啊？哎、欸，那蝴蝶忍才两等呢、欸！哎、欸，我靠，什么意思？太多人了吧？哎、欸，等一下干嘛？不要啊，疯子！哎、欸，可是好像也不是说不行哎、欸。不是这么多人，你为什么敢往里面冲啊，老哥？哎、欸，出来了，现在可以了。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Double kill. 哎、欸、，Killing spree.、哦完了，我刚刚应该要过去帮疯子的。算了，他应该也不会介意吧？应该不会介意吧？我刚刚那个是直接一个大放生哎、欸，但那没办法哎、欸，各位，那个怎么看都不行啊。OK。Shut down.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来，各路支援一下。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 Let's do this. 哎，我杀不死吗？但我杀得死你哦，我爱罗。哎。我的爸！怎么这边有一只？啊！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么多奇怪的这个角色突然蹦出来？哈哈！里面还有那个哎、欸！啊！怎么又有乔巴了？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怎样啦 ？Rampage！ 那有时候打了之后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玩家还是电脑，你知道吗？有时候打起来就感觉好像很电脑，然后可是好像又是玩家，超好笑。OK， 这把应该直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先把这边这个先打掉。最喜欢这种就是整队都很舒服的这个局面，队友都开开心心，我也开心。好了，准备。哦，乔巴感觉也是 king， 但感觉也很猛。就我们这个疯子啊，是不是从到尾一个人顾全部到尾啊？那是真的很猛哎、欸，我们这个疯子，然后来吃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大卵泥怪。这次我记得好像是会吃多层之后会有一些加成的样子，必须得吃，要吃，昂昂昂昂昂，对，击杀，对，这边会有这个第一层跟第二层，然后还有第三层。哎，你要欺负我队友啊？干嘛 ？Godlike。Godlike， 没问题。赶快把他们这个赶推掉。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对我都很靠谱呢。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不怎么怕他们。Monster kill.先杀这个射手，再杀这个辅助，再见。Double kill. An ally has been slain. 你杀我艾罗，拜拜。Legendary. 可以，缓慢爬分钟。可以哦，还是要回？哎、欸，这什么意思 ？Legendary！ 啊！再见了。看来我们的蝴蝶人比较厉害一点点哦。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这样就对了。OK。Killing spree. Ah, 没死哎、欸。Godlike. 我失策了。Legendary. 可以把那个鸣人砍死就不行。GG 啊！啊 ！GG 对面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日本的第一场排位存片看起来应该是挺顺利的，我们就会再继续录哦。那个排位时间，日本时间就是拍这个排位给大家看啊，应该是没啥问题。那现在来说，因为我自己拿到的角色就只有这几只了，那现在玩的比较顺的，大概就是我觉得啦，会帮助就是整个团队，会帮助整个团队蛮大，大概就是真的是蝴蝶忍这种角色，因为他的这个毒啊真的是太夸张了，他直接毒到别人就是不敢出来或干嘛之类的，都会帮助很大。要不然就是读完之后啊，就是他们慢性就是扣很多，然后他们又没有回家，然后后来被我们队友碰到的话，基本上应该又可以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把他们给收割哦。所以这个 very very 牛逼逼，所以应该是可以哦，可以。然后这边的话，30:9，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computer， 好不好？有可能是 computer。但有可能就是强的可能都上去，因为我最近这几天打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这游戏的这个排位啊，因为太多人应该都是有玩过其他 MOBA game， 那个难强度新手局就蛮难搞的了，就不会像是那个那么轻松随随便便胡来胡去。哦，很棒。哦，他好像是时间到了，他要换那个换比较强的那个比较强的那个就是野王出现。对，然后现在来说，因为我自己个人也不是说很喜欢打这一局啦，但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蝴蝶忍太强了，所以我才打这一局。但我现在应该就是赶快先把那个谁嘛，赶快先把那个先把炭治郎给他拿到。对，先把炭治郎拿到。喝一口。我们的队友直接，先不怕到直接站在那边跟他们对 PK。Monster kill。对啊，蓝斯直接那个站在原地跟别人对皮耶，蝴蝶忍拜拜，再见了蝴蝶忍。OK， 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大家的排位现在就爬到哪里呢？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喽，好不好？那不是云龙，大家拜拜了。真的，让我结束一下会怎么样？好的，不要再挣扎啦，没问题。Victory.